是的，抓线的，欢迎来到我们番路教。我们今天将棚内一次棚外来到了番路，我们为您播报番路新闻之娱乐百分百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，一个焦点，一个重点，一个新闻，一个头条。那就是很荣幸的，我们邀请到了国际知名舞者巨星。口呆老师要为我们带来耶稣喜爱小孩像爱我，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欢迎他。